角落发现完美。新商会来自于社区，我们致力于解决社区的问题。谢谢国际青商会，让大家感受美好文化的一面。青年是改变国家的力量，靠的都是深耕社区，让完美角落的这个活动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台湾。这是我们新北市最好的作品，也是一个典范。我们近山近海，改变了社区阴暗的角落，我们可以发现社区的居民回来了。今天非常荣幸可以看到青商做了那么多地方的美好故事，那我觉得像这样的开始对台湾社会非常重要。留下什么？我们不是为了要在每一道墙面上面凸显了 JCI， 凸显了我们青商会的名字，而是我们透过了这个计划，真正的去发现了、了解了、探索了我们的社区。他们没有资源为他们社区做一些改善、修缮，他们没有人力为他们地区做一些清洁，去做一些规划。执行了之后才发觉说，哎，其实我们只要愿意去尝试，有很多的机会或者是说很多的协助都会慢慢的来一起完成这件事情。进到社区的时候你才会开始发现说，其实我们年轻人可以做的事情其实蛮多的，不只是完美角落。我们的中心思想是借由这个角落延伸出去，在每个人的心里面的那个角落点上一盏灯。我们怎么样一点一滴的慢慢来做，一点一滴的，然后把这个态度呢传承给比我们还年轻的朋友，然后地方的小朋友，那他们可以慢慢来看这个过程。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台湾的这种地方的社会行动啊。去想会做不到，那去做就会意想不到。那发挥我们青商的四大机会的社区机会，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走进社区。